大埔足球队打比赛嘅时候，我都会为佢哋打气噶。咁大埔球员之中啦，咁我最欣赏就系呢个安基斯啦。落场踢波嘅话咧，我会为呢个大埔足球队会踢呢个龙门啦。想做佢哋嘅背后嘅女人啦。如果我想慰劳一班嘅大埔球员啦，咁我会煮一餐九大贵啦，咁满足佢哋所有人嘅希望啦。耶耶！你正要将个波弹俾安基斯，安基斯向左路长驱直进，推下推下入到禁区。虽然对方门将杀到，不过仲有李振业，佢一球飞铲射入。嘅李振业射入今季大埔嘅第一球入球啊！耶、yeah! ！如果可以为大埔足球队唱一首歌咧，我会唱呢个《真的爱你》啦，咁系代表我对佢嘅期待同埋爱啦。保护大埔加油啊！广告之后有马拉松嘉年华，精彩嘅啦啦队表演令人目不暇给。